二八纪念日快要到来，看这个二八纪念特展，马总统呢他出席了，他是呢也讲了这个在现场呢就有演讲，他也说呢希望历史错误不要再重演，来听看他最新的说法。我们历史的错误也许可以原谅，但是历史的本身不能忘记，唯有靠着我们把历史真相不断的发掘，才能够避免错误的重演。